弟弟叔叔跟你签约好不好？演艺圈需要你这样的人才。OK， 今天呢，因为呢是那个情人节前夕，在这个地方呢，邀请到刚刚啊、哦、才很幸福结完婚的叶伟霆，我们一起来唱一首歌送给大家好不好？我来问一下哦，先看一下，今天是情侣档跟夫妻档来到现场举手。好呀、哎，不错哦，很浪漫哦。蛮多的，很棒很棒。而且我看到很多没有举手，都在牵手呢。还在努力啦、哦、可能就是还在暧昧了，对不对？现场正在暧昧的举手，你敢哦？哦，有举，不敢就是声音。好 ，OK， 所以呢，我们接下来要来合唱一首很浪漫的作品。嗯、等一下呢，叶伟霆还会带来他很多精彩的表演，还有新作品。对，带来这个作品很经典的，让你来介绍一下。这首歌呢是由张学友跟高慧君合唱的，什么歌你知道吗？你最珍贵，很厉害，带来这首。你最珍贵，送给现场的朋友们。可以来点掌声加尖叫声吗？会唱的弟弟一起唱哦。叔叔阿姨需要你，再一次，很好。是看到什么了？现场的荧光棒可以借给我吗？手机的闪光灯打开，然后打开，打开哦。看到月月的手机了，好、哦、漂亮哦，好亮哦，明年这个时间，约在这个地点，记得带着玫瑰，把手拎在系上，门打开哦，浓情时刻最美，真心的给不累，太多的爱把醉，没人疼爱再美的人也会憔悴，我会送你红色玫瑰，你知道我你别那一生流泪，未来的日子是否很美，梦才会真一点，我沉着在你爱里沉醉，我不沉睡，你说不沉我沉默，我愿意这条情路相守相随，你最真弟弟，叔叔阿姨需要你，欢迎你们尖叫声。如果这时候你重要的伴侣在你旁边的话，给他一个拥抱好不好？或是给他一个吻，或是给他一支猪血糕。年纪这时刻最美，真心的给不累，太多的爱把醉，没人疼爱再美的人也会憔悴，会唱起来，我会送你红色玫瑰，你知道我爱只是不更美，梦才会真一点，我试着在你爱里沉醉，不沉你说不沉我沉默，嘿我愿意这条情路相守相随，你最珍贵，你最珍贵，这一点，哦耶！
送给大家，希望大家有一个浪漫的周末，还有愉快的情人节，还有温馨的父亲节。迪迪，再一次。OK， 谢谢大家，把时间交给我林春生，谢谢。谢谢桃园之光，爱你们。哇，太好了，太好听了。